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治愈澳洲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妮。那在这里，首先还是要非常感谢安家澳洲这个平台。那继上一集这个话题，我们继续。上一集我们说到了优质房产它必须必备的三大重要因素：拍，还有就是政府规划，以及它的不可复制性。那上一集我们把拍全部都说完了，这一集我们开始解析这个第二点和第三点。那首先我们还是拿这个 Sinanis 这个区域来做一个例子。那说到第二点，政府规划， Sinanis 呢虽然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和完善的社区，但是政府呢依然对它有很大的一部分的政府的规划。那主要比较重金的这个四点我想跟大家提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政府对它有一个双轨交通的这样子一个计划，就是Sinanis 现在已经是有火车了，但是呢政府仍然对它是有一个地铁的规划，也就是说在 Sinanis 这个地方以后会有火车加地铁。那地铁一号线呢是整个是悉尼市政的最大的政府规划之一，总共投资83亿。那第二点的政府规划呢， Sinanis 现有的火车站的广场政府投资了4600万的资金去提升它整个广场，它会有增加更多的店铺以及商业还有餐饮，这样子可以给当地的居民更好的一种生活的体验。第三点呢， Sinanis 这个地方还会增加一个3万平米的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当然是公用的，可以给当地的居民更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第四点， Sinanis 这个地区呢政府更是投入了13亿的资金去提升它现有的这个 Roy North Shore Hospital。 因为 Sinanis 这个地方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从事这个医疗行业的，所以呢对于这个 Roy North Shore Hospital 也是北岸皇家医院呢，它会有做一个扩建，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那说到最后一点不可复制性的这个元素呢，总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它本身优质的这个地理位置。 Sinanis 距离悉尼的 CBD 它其实只有短短的5公里，如果开车的话也只是10分钟就可以去到 CBD 了，这个是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第二点，它的不可复制的元素，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这个美丽的水景。我相信全球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或者哪一个城市，如果你的房产必有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水景的话，相信对你的房产的增值和保值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那讲到像 Sinanis 这么好的一个区域，有没有优质的项目介绍给大家？那当然是有的了。 Sinanis 的 Landmark 这个是我想重点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不可复制的优质项目。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看一下，从它的外观，它的外观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波浪形的一个设计。首先这个设计它已经获得了很多项的这个金奖。那第二个点呢，看它的这个层高它的层高总共是43层。在 Sinanis 这个地区呢，最近政府刚刚颁布了一个限高令，所以呢相信以后像这样的高的43层的这个住宅将会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个项目，所以呢它也将会是成为 Sinanis 的地标。那第三点，这个不可复制性的第三点呢，这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楼，它是除了楼上的这个住户之外呢，它是商住一体的，它的下面的2至6层它是有一些商用办公，还有它的底层 ground floor 它是有商铺、餐饮还有一些零售等等的综合体。那第四点，它的不可复制性呢是由于它的整个价格，这虽然是一个偏高端的这个项目，但是呢它的价格是从60多万澳元开始就有到2000多万的澳元不等，所以像这样子跨度的这个价格的这个项目呢，在悉尼也是非常少见。我相信这个可以适合到各种不同购买人群的需求。最后一点不可复制的这个因素呢，这个楼盘的配置可以说是我在悉尼从业这么久看到的最齐全的配套的一个项目了。它除了有一些基本的配置，比如说游泳池、健身房等等，但是呢它还配备了一些私人的，比如说厨房、私人的酒吧、私人的这个宴会厅，
还有私人影院等等。那最主要的也是时下大家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一些租赁办公区域，这样子呢可以让大家实现到在家办公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呢这个楼盘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它叫500号俱乐部。那相信这样子的楼盘你是不是也已经心动了呢？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楼盘或者 Senelis 甚至悉尼更多的项目，欢迎添加我的微信与我取得联系。那感谢安家澳洲，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置地澳洲节目，我们下一集再见。